楼上。你要去楼上吗？你不是说你要骑脚踏车？怕了哈，人多就怕了。啊，你们没有怕。怕小鸟被。我只是有一点点害羞。爸爸，我走了啦。啊，来，走吧，再往前面。怕女生的要上去了，吓到了。啊。他在学校才不是这样嘞，我有录起啊。罗行一来，再骑两圈。那昨天，昨天那么多人了，我要加点加点。不要，那我要在这里看他骑哦，我要看何嘉玲骑车哦，他骑车很像何嘉豪，长得一模一样。对。对呀、啊。哇，来来来，来跟大家一起玩啊！以前我们也都自己在巷子里面玩啊。我等一下再过去呀、啊。哦，加加紧着。老油条啦！哎、欸，阿英哥哥跟姐姐嘞？阿谁啊？阿未回来吗？阿未。要补习吗？补习啊。为什么要补习？才几岁？小二、小三啊。小二、小三不要补啦。那个考那个成绩也没有什么用。啊，我是那里。好。我来看一下他怎么骑，他的那个屁股是歪一边是不是？不然怎么都会骑歪歪的。嗯，你看他都会这样骑歪歪的。他骑歪来歪去。有没有？哦，一直歪过来歪过去。你换慢点啊，再摔倒就不好看了哈。摔倒了会哭吗？不会哭哦。嗯，哇，你要骑这个大台啊。以后长大一点骑大台。